美眉同心锁孔，给你们看它有多精致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细节。我跟你们说，虽然我跟花西子真的会帮大家玩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是因为我觉得国货品牌，特别是花西子，一定要做出榜样。为什么花西子这么受大家欢迎？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大家没有做过和国货没有做过的东西。是的，我们秉承了中国风的一个元素，把同心锁做出来了。因为这个系列的话，它就是在什么在七夕的时候上给大家的，所以它就叫做什么永结同心、啊，就是有一种很好的寓意在里面。而且这支口红的话是按压弹开的一支口红。就是真的很棒很棒，让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花西子做了什么？做了雕花，金浮雕，对，这个是金浮雕，这个雕花是比我们之前的所有雕花都要雕的更加的细致，就是你到手了之后，你拿到它就会说，哇哦，怎么这么好看？看到没有，它的雕花真的好细好细，好精细。这其实是两个人，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，叫张厂和他的妻子张厂画眉。是的，小的时候他打石头扔到了他老婆吃了他妻子的眉头，然后就缺了一块，然后他每天给他画眉。是，这、就是一个很 好很动人的爱情故事啊。好了，所有女生，这支口红的话，它的质地是那种丝绒哑光质地，很高级的一个质地。对，首先第一支美们211号色朱砂锁，它是一支红枫柿子色，很适合、秋冬的时候大家可以上。我们今天到手的话呢，领的是40元的优惠券，到手是179元一支。我跟你说，薄薄涂很日常，全程涂超好看。这里面有素颜适合的颜色，一会儿跟大家说啊、哦。嗯。真的，所有女生你可以薄薄涂，薄薄涂就是非常非常的日常，它会有一点点偏什么，偏那种就是橘红调。对。有点偏番茄色，你薄薄涂，然后我们来看全程涂它的一个效果，好不好？全程涂超级超级超级的那种，就是新鲜的感觉，而且会很显白。你厚涂之后，就是它颜色的浓郁度会更强一些。那就说实话，其实这个价格在国货里面是偏贵的，但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它本身的品质就很像一个工艺品。哇哦，好看吗？好新鲜哦，全身涂也太显白了吧。211号色适合于那种想要白皮的女生，想要那种就是显白的女生，然后就是想要那种新鲜感的女生，这支颜色你真的可以买买看。是的，好好看，非常漂亮，雕花好看。对的，真的很精致，这一款口红厚涂取用 so beautiful， 买它。211号色超美，好看吗？是一支很漂亮的、很新鲜感的一支颜色，厚涂会有一点点那种绛红，但是不是偏紫的，就是红的绛红色，好好看这支颜色。211号色买它，好不好？买它。来下一支颜色，这支是211号色。211号色，我们第一支给大家推荐的是211号色。嗯，在这里。好，我们来下一个颜色哦，131号色，山楂红，对，可以买山楂红，很好看，好美呀、啊，山楂色，131买它，真的不说多了，131买它，山楂红就是偏红黑色的感觉。纯色深，我们目前推荐的两个颜色都是可以的，它的遮盖力还是很强的，超强，嗯。纯色再深你都可以哦，好美！我跟你们说，山楂红，买，好好看哦，山楂红，哇哦！我跟你们说 ，Oh my gosh， 的颜色山楂红太显白了，白到整个发光，白到脸上现在没有血色了，已经，超美这颜色。我跟你说，全程涂会爆炸，你这有点像什么吗？像。就是你吃那种草莓果酱的那种颜色，嗯，就也很青春和甜美啊，年轻一点。哦，你知道整个全唇涂过了之后，好像嘴巴破了，流血的颜色。听到这个会买吗？但就是很鲜艳，然后也很好看，然后很显白，就是它是那种又邻家又有一点距离感的那种感觉， yeah. 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现在口红形容词很棒吗？哇哦，好好看哦！131号色，给我买131号色，巨美！哇哦，看一下131号色，真的特别特别好看，特别特别显气质，
你知道它那种黑红黑红的感觉，就是让你整个人会白的，就是亮起来那种感觉。薄涂很小仙女，厚涂会有一些很气场，对气场的感觉。薄涂很小仙女，厚涂很气场，这个真的好不好？下一支，413号色弹心锁，奶片不能加喽，对不起哦。这支颜色素颜可以用，没任何问题，素颜。131号色素颜用吧，买起来就是有点偏豆沙粉。但这支颜色我还是推荐给什么？推荐给皮肤稍微白一点点的素颜女生用。皮肤如果是黑黑黑黑的那种女生不要用，嗯，好不好？对。说心里话啊，我不要你全部的人都买。这支颜色是那种比较皮肤偏白的女生可以买买看。皮肤偏白这支颜色素颜图是好看的，但是皮肤偏黑女生这素颜图有点可能 hold 不住。131可以吗？对。现在还是推荐大家买的是211号色和131号色。然后皮肤白，而且秋冬天我说句心里话，就这种颜色会更有质感，而且它是哑光的，秋冬天涂也会非常非常的高级。对，唇膏的质地是那种丝绒的哑光质地，嗯，但它不会拔干。来，下一支颜色506号色棕红酱果色，我们来看一下506号色，我们来看看506棕红酱果色，在这里。好，发女生这支颜色你应该会爱上它，有点偏梅紫，就是乌梅调的颜色，飒女生啊。413号色就是素颜女生可以用。我想帮这几个取个名字。你说。酱果乌梅，好好看，我觉得这颜色。酱果，真的好看。你应该也会很喜欢这种颜色吧？对对对。比较喜欢那种凶狠的颜色，也不是凶狠，就看着上去很拽的，也不是不是，就是是气场很大，不是口气很大，就是看上去很拽。口气很大，你觉得是？口气不清新的很大。但是是那种气场十足，对，就拽拽的女生，这支颜色棒呆，这支买它，这支是。506，看一下美眉，506号色预售，506号色只有预售的3000支哦，啊，506有现货3000支，卖完了就只能预售了。哇哦，酱果乌梅，我跟你说它真的好酱哦，它真的紫到不行哎，我跟你说这种紫到不行的颜色很适合美眉黄黄的你。506就是预售，没有现货，只有到这里发货。50610月1号发货。一星期内会给大家发货的，很飒。506，我跟你说真的不行，这几颜色 ，Oh my God， 不是说不好看哦，就整个害怕它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越涂越害怕的感觉，这几颜色是越涂越害怕的感觉。好看的。嗯，来下一个。下一个是我们的130号色，来130号色最美锁。哦。再见，啊，谢谢你，太紫了。那下一支吧。下一支210，最后一支。嗯，我们这两件颜色比这件颜色更高级，这两件颜色比这件颜色更高级，所以还是买刚刚那一支哦。好，506，来最后一支210号色。宋妈妈什么颜色？413号色。哇哦，这支颜色呢，我跟你说涂得起来就是高级到爆炸，穿那个就是风衣。210号色，有点南瓜橘。目前推荐大家买的是211号色、131号色、413号色和506号色。这支颜色会是一点偏南瓜橘调的，我觉得还是买这四支吧。这支颜色会就有点偏夏天了，这种海边的感觉了。滋润度好不好？不会拔干，对，真的不会拔干。好吗？是，我觉得这四支颜色会更好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哦，413号色皮肤比较白的女生买，皮肤很黑的女生不要买。来，我帮总结一下。好，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，我们现在推荐大家买的是这四支颜色。来，哎，聚焦，聚焦，宝贝，聚焦。好，211号色呢，它是一支非常显白的柿子色，买白红里会透着一点橘，然后非常显白，厚涂也很浓郁。那131号色呢，是一支山楂色。
看到了吗？山楂色，它是一种就是有那种薄涂会比较邻家甜美一些，厚涂呢又会觉得哎有一点距离感。这支颜色好看，对，这支颜色也很好看。那我们刚刚说到的413号色，它其实是一支豆沙色。嗯，这支我们比较推荐给白皮女生来使用。是的，黄皮女生的话可能要上一些妆之后用。506号色是一支非常飒的梅子棕红色，对不？也不是棕红，就是梅子色。这个呢比如说比较 A 啊比较飒的女生可以在秋冬天的时候使用。是的、嗯、好不好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，喜欢佳琪姐姐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我们的花西子口红赶快去抢吧，到手的话是179块钱，是领取40元的优惠券就可以了。是，谢谢。